老妹说她带大爷中午不回来吃饭呀，中午来一点事我买了一只猪肝蒸鸡。师傅找你以为烧自己不要拿来。你家的猪脚随便卖卖贵一点，我这个便宜点，随便试试。我中午发了那煎好了，不要开始给我烧。没事没事，我烧一下子好了，人家我也要给老妹带去，她早上是不是早些带大爷肯定饿了。啊，那我先下去烧哈。好的，我烧好了，人家叫你。那是把漆处理一下，去洗一下。哎，这个拿去擀，脚也擀掉，那屁股也擀掉，再给它摁摁扁，好入味一点。 多加一点盐，再放一点胡椒粉，再给它抹抹均匀，再给它肚子里面塞在中间，先把葱塞进去，带塞姜，还有洋葱塞，先把锅洗一下。 放一些水，把鸡放在碗里面蒸，等下汤汁好多，好鲜，不要浪费掉。大锅蒸半小时，去泡一点豆腐渣。哎，卤梅子上上好热，先放这里凉一下，等下洗好了也刚好。先放这里凉一下。 哇哦，闻到味道真香！一二三，哎呦！一点辣了，一手撕就好了。哇，好辣！这个得拿去给梅姐。 鸡蛋也装起来，好累。好，先把这个装给奶奶。奶奶，我鸡肉烧好了。一起吃。哦，好的，我不要，我等下还要给罗妹送饭去。那是吃了，上去吃剩的。不了不了，我上去跟她一起吃。 好，好，我就东西给你把它带去了。哦，好的，在哪里啊？在外面。好好好，都是老怕你啊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哇，这么多了。你一起吃啊。哦，好的好的，那我去。谢谢你。没事没事，这么客气干嘛？那我去洗了哈。好好好，那你吃饭吧。再放两个玉米。 头啊，去给梅姐送袋吃饭喽！梅姐，吃饭了，有没有带水？我都渴死了。喏，带来了呢。哎，谢谢谢谢，早上来的太急了，水杯也没点拿。好，还好我带吧。嗯，我又渴死了今天。那这个也结合了，吃一点玉米。哦，好的。 这个汁水好多，好甜，好解渴。那这里还有干蒸鸡，还有这个蛋也蛮好喝的。哇，这么多摆烫一样的。嘿嘿嘿。嗯，好鲜。你要到后吃一点呗，你在碟里待了一天了嘞，都快晕碟里嘞。这个真的很鲜，你尝尝。嗯，那蛮鲜了。 那我都去了。嗯，好香，好香。嗯，那、还有这个，你婆婆叫我给你带了，她说你带大爷太辛苦了。哦，没有辛苦，不辛苦的，茶叶是我的事业。<笑><笑>我下午也没事，等下为你去带大爷吧。 哇，你今天真是中国好闺蜜！哦，我哪天不好闺蜜啊？<笑><笑>那也是，快出去带大雁。好的。